万简单的方法，拆下四颗螺丝。拔下键盘，拔下台线，防弹设计不会接反。推上键盘，拧上螺丝，完成更换。这个旋钮按下跟 ESC 一起，所有灯都亮了，背光指示牌也都亮了，很清晰啊。然后空刻的是空白键加 bright 都亮 MCDU menu， 好，全都亮了。我们通过打开背光越来越亮，逆时针关闭背光越来越暗，还非常明显的。然后是空刻的是按住这个空白加 bright 增加背光越来越亮，按住 DM 减少背光。好，我们这包载肉好了，但这画面还没有切换过来，我们按一下 reload 右六，然后重新加载这个界面。然后首次运行呢，它会问你启用 QuickMade， 会记住你的设置。那么我们启用是带这整个 CDU 的这个图片的，只是有屏幕的样子。好，我们按这样设置好，关闭掉双击中间的屏幕，变成指示屏幕的状态。好，自动设置啊，自动设置到 CDU 里了。在这个 S-Plane 里头有摇杆的设置，我们给它取消掉，恢复默认值，什么都不做，所有的什么都不做。第一个是 IP 地址，本机就是 127.0.0.1 就可以了。这是使用键盘，如果登记零的话就不使用这个键盘，就在 S-Plane 里头绑定。这个 Brightness 就是屏幕亮度，你设定一个值，假设你按键显示62%是比较舒服的一个亮度，然后你这里就打0.62，开机的时候它自动设到62%的亮度，那晚上都不刺眼，一个很舒服。可以点击，这些操作都可以。我们可以直接切换机模切换到默认的737，MD82 吧。这 MD82 已经同步了啊，这都可以用了，直接可以用，不用任何设置。然后可以切换到 I 叉 E G 737 300啊，哎，已经同步了，直接可以使用，不用任何设置。对，737 300啊，空刻的机型，我们客换 TORIS 321。好，现在已经加载了 A321 TORIS A321 211，也是不用任何设置，直接可以使用。我们切换一下 A319 TORIS A319， 等待加载的过程。好，已经加载了那个 N319 啊，也是同样没有任何设置，就可以直接使用。我们再切换到 FF320， 还没有加载完成。哎，好了，加载完成了。我们看看这个 CDU， 我们看到的反应速度还非常快的。默认的亮度呢有点刺眼，所以我就自己编了一个功能，让它去添加它的亮度调整，再次调整这个屏幕的亮度。Bright 跟 DIM 键上我绑定功能了 ，MCDU DIM button 啊，我们绑定了这功能，它减到一定程度它会关机的。亮度调低了，你调低以后它就会关机了，关机了。慢 bright 那样的开机，等待 CDU 开机 ，CDU 开机 ready 灯亮，调
调整亮度，这亮度调整我这个自己的屏幕。可以调整它的这个亮度，当然这个旋转是比较舒服的。